现在是下午的1点钟了，晚上洋洋哭了，然后6、7点钟才睡觉，睡到现在才醒，现在好像很饿了，他妈妈还在给他熬汤，就想吃饭了，拉着我去给他打饭，现在给他打了一碗白米饭，他自己就干起来了，自己用勺子在那里舀了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一碗白米饭，大家看一下。呀，你吃白米饭啊？嗯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妈妈把汤熬了再吃，好不好？他现在应该是很饿了，现在就是一个人在那里吃白米饭。哎呀，等一下妈妈的，等一下妈妈把汤熬好了再吃，好不好？你现在吃白米饭呢，没味道的，掉桌子上了。掉桌子上捡来吃了啊，桌子上干净的可以吃，掉地上的就不能吃了啊。老婆你还没搞好啊？马上就好了。儿子洋洋都在吃白米饭嘛，一个人在那里大口大口的吃，搞快点啊。洋洋真的是好厉害呀，这白米饭都快吃完了，他妈汤还没来。洋洋来，汤好了。人家洋洋白米饭都吃完了，你汤才来，你看一下。哇塞，你那么快就吃完了呀，太饿了是不是啊？白米饭吃了一碗。应该是太饿了，朋友们，你们家的宝宝吃这个白米饭有没有这么厉害呀？欢迎评论留言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